无声，不观听歌舞，不非时时，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巴玛中的吉萨张果等观众忙不过吉吉吉萨道者寻吉拉布加萨萨萨格拉巴玛萨德红红吉耶吉那香藏巴玛吉萨拉东波拉亚姆藏卓格姆中巴玛中的吉萨张果等观众忙不过吉吉吉萨道者吉寻吉拉布加萨萨格拉巴玛萨德红Om Maum Bajar Gara Bama Sard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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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m Bajar Gara Bama Sardo Jela Dajan Sora Adabindi Daso Ganda Nipi Sabchos Nada Wanbong Dabso Shiva Chudan Dajin Biram Zata Soro Chumdan Ding Wanbong Jahurayan Lashan Zalo Ganga Lutu Jinyi Jin Nilda Nanda Rasavi Jinyi Dungan Jishan Sushir Niji Dagara Lawan当大的别装人马人们都等我的节日都做跟老我知道这样了这些样的这些人接着你们你们的接着着装着叫马人们是等我的那个真的装着拉着萨金达所有的你做家的都个成长成长成你见证到门子人家伙人要懒得的我马拉巴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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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拉巴扎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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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能记进去了我这里记到了他们们把拉舍的挂当他们就上了东巴那我记得说了娘姐进步做的能你没想总的没那么进步那家巴克拉达昂赞杜舍摩多东巴迪杰将拉香扎罗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昨天前天每次上课之前给大家提醒发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反复的提心要反复的讲要反复的学要反复的修那么我们今天呢听课的时候呢也要给大家提心要发菩提心那么
什么是菩提心呢？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多人以为啊，慈悲心就是菩提心啊，或者是我们发一点好心啊，善心就是菩提心。嗯，其实不是啊，善心啊，慈悲心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都是有很大的福报啊。但是呢，离菩提心啊，还有很远的距离。嗯，所以菩提心啊，既不是善心啊，也不是慈悲心。但是呢，菩提心需要慈悲心的基础啊。那么菩提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首先发自内心的啊，发自内心的想度化一切众生啊，想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那么为了实现啊这个梦想啊，这是我们大乘佛教的每一位学佛修行的人的梦想啊，就是我们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不是啊一个口头禅，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要去想，为这个时期呢要奋斗啊，就是这是我们的奋斗的方向啊，目标。那么怎么样啊才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啊，首先我们自己是要成佛的，如果啊自己啊都还没有成佛，这样子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啊帮助众生。所以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第一个决心是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这是第一个决心。嗯，第二个决心呢啊，我要啊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啊，我要成佛，首先我要成佛，这是第二个决心。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叫做菩提心啊，只有这个叫做菩提心，其他的都不叫菩提心，其他的叫做慈悲心呢、善心呢、好心呢啊，都是这样子。我们平时啊存好心呢啊，这些都是不学佛的人啊也有好心。比如说有些啊像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他也有很好的心，并不是说啊我们学大乘佛教的人才有慈悲心呢、才有好心呢、其他人都没有好心、没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没有道理。嗯，或者是我们说啊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啊才有好心、有慈悲心啊，其他没有信仰的人没有慈悲心，这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所以慈悲心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有。嗯，然后呢好心呢啊更容易的啊都会有的。但是菩提心呢啊他们都没有啊，唯物论者没有菩提心。嗯，然后呢学其他宗教的人没有菩提心啊，包括我们佛教内部的像学南传佛教的没有菩提心啊。如果学南传佛教的这个啊僧人啊或者是信徒当中，如果有些人呢有这个慈悲心，那他表面上是学小乘佛教，实际上他不是学小乘佛，他是大乘佛教的菩萨啊。同样的，我们也是啊，我们表面上我们是啊这个北传佛教，不管是藏传汉传都是大乘佛教啊。那么我们以为我们是大乘佛教，我们在学大乘佛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菩提心，那也就是表面而已，心识而已，实际上是没有学大乘佛教。嗯，所以我们在菩提心啊这个上面呢，希望大家要下功夫啊，要努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听课之前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好，这个就是菩提心。接下来啊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呢也跟华严经啊有关系啊，不但是有关系，而且就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我们来解释啊。解释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啊给大家介绍这个华严经啊里面的这一句话，我们怎么样去落实，怎么样去修啊。佛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理念啊，这些理念、这些观点
我们一般的人去看也看得懂的，尤其是第一个翻译就是字面上的这些内容啊，我们看了大家都看得懂的，大部分都能看得懂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看有不同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看一本小说啊，看一本小说，那么第一次看理解了解到的，第二次第三次也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它不会有更深的东西了。但是佛经啊就不一样了，佛经我们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啊，它的感受不一样，理解不一样，理解的程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看任何一个佛经大概的内容我们都看得懂，但是呢看不懂它真正的内在的东西啊，内在的东西必须要有一把钥匙才能够打开没有这把钥匙我们打不开。那么钥匙是什么呢？钥匙就是一代一代这样子传下来的这种口传诀窍，这就是一把钥匙。任何一个传统的文化都是这样子，它中间断层了以后呢后面的人没有口传，没有传承，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比如说我们去任何一个这个传统文化都一样，自己去拿一本书然后看，根据自己的理解然后就穿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绝对会有问题的问题是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呢，你理解到的有可能是这个佛经的真正的内涵当中的5%或者是10%而已，其他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但是不太严重，只是不懂而已，没有他没有这个走弯路。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呢那就是走火入魔，把佛经这个误解了以后呢，我们传播的时候呢，也就是给大家指一个不正确的道路，这样子以后呢，后来的这些人呢，凡是跟着他学的都走弯路都走弯路了，所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句话佛经里面的一句话可以有很多方法来解释，至少比如说密法里面的密宗里面的一句话它的要求最基本也可以用4个不同的层次来解释一般的再深一点，最深的实际上真正的这些最深奥的东西呢，就是它隐藏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这些文字的背后。那么谁去挖掘这些东西呢？就是需要有传承传承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去挖掘它的含义挖掘出来以后再传播这个叫做传法这个叫传法。所以我们佛经第一次看也能够看得懂，但是呢只能看得懂它的一部分而已所以第二次又再深入的去看，又有新的感受第三次也有新的收获，也有新的这个体会。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感受这样子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不行的话大家去试就亲身体会到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那么华严经当中怎么讲呢？齐怀睡楼应虽灭这个题目对，齐怀睡楼应虽灭，这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那么现在我们要这个要讲气是什么水是什么营是什么，这三个是最主要的核心的问题了齐怀水楼营睡眠那么
这个当中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内容，第一个气是什么啊，然后第二个水是什么，第三个营啊是什么啊，这三个是一个比喻啊，一个比喻，它没有表达它的真正的意思啊，这是一个比喻而已。比如说我们在啊一个水缸啊里面呢装满了水啊，然后不动，让它放在这儿啊，把它放在这儿，这样子的时候呢，在这个水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房间里面的啊这些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家居墙上的这个墙上挂的图像啊这些的倒影啊，就在这个水里面我们看到啊，或者是人的脸啊都看得到。嗯，如果这个水缸啊被啊破坏了啊啊坏了摧毁了啊，那么水自然就包不住了啊，水漏。如果水漏了啊，那么这个影啊，水里面看到的这些倒影啊，那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啊啊。那么他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呢？啊，到底讲什么啊？讲了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个跟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今生有什么关系？来世有什么关系？嗯，如果这个跟我们的实际的修行连接不上啊，这样子的话，那它就是永远都是一个理论，这是一种逻辑啊，这是一种哲学。嗯，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学。如果跟我们的生活啊，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跟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感受连接不上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这么多的理论啊，学了只不过也就是一个知识而已啊。那么这些这么高深的知识我们也用不上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呢？大家都不感兴趣的。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任何一句话啊，佛经里面的任何一句话必须要跟现实生活连在一起啊，跟工作连在一起，跟我们的内在的，尤其是跟我们的内在的世界连在一起啊，这样子我们啊就会这个对每一句话里面呢就感受到它的内在的东西啊。那么这三个当中啊，这里面有三个名词啊，三个名词，第一个起容起，就像水缸啊，它是一个名词。嗯，第二水啊啊，水缸里面的水，这个缸子里面的水也是一个名词。嗯，然后影啊，就是水里的倒影啊，也是一个名词。那么这三个在说什么呢？这三个其实在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这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啊。首先是什么呢？嗯，他在讲啊这个时间啊的构造结构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外在的时间和我们的这个今生啊，它实际上啊，它的结构啊是什么样子啊？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今生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嗯，如果我们啊把这个世界要毁掉的话，那从哪里入手？首先要毁掉什么东西？啊，他就是在讲这个，所以我们的修心呢，当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们这次也就是在《华严经》啊，有这么厚的八本书啊，里面呢，我们就挑这么一句话来给大家讲。嗯，前两天也是，我们前两天也就是讲这个《华严经》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首先啊，讲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嗯，啊，从世界的源头啊讲的话，那就是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这个解释啊，然后呢，每一个宗教都有他自己的啊不同的解释啊，这个宇宙啊，这个世界怎么样形成的？嗯，然后呢，它现在的它的结构、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解释。嗯，那么这个当中佛教啊怎么看
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啊，等等啊，这个就是讲这些啊。首先啊，宇宙怎么样诞生啊，这些科学有科学的方法，今天我们不讲啊，它有它的道理。比如说原子里面的碳十四啊，通过它的检测啊，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文物啊或者某一个东西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啊。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啊，人有两百多万年的历史啊，然后呢这个圣物有多万年的这个时间，地球就有450,000,000,000啊，其他的这些像昆虫啊有四十一年的这个时间啊历史等等，有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教怎么看呢？佛教就说啊，我们的这个宇宙啊就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宇宙我们今天看到的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听到的啊，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当中出现的这些东西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影，这里面讲的影是我们的感官看到的，比如说我们视觉看到的建筑物、人啊等等啊，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讲的第三个，就是影啊。然后水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啊，这些就叫做水啊。水就是我们的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啊，眼识、耳识、鼻识啊。什么叫做眼识呢？佛教里面就不会说识觉，他就会讲眼识，眼睛去识别啊这些物质的时候，眼睛的这种感受叫做眼识，意识的识。然后用现代的话来讲，就叫做识觉啊。我们通过我们的识觉，然后看到的、感受到的啊，这个叫做这个直觉，就是识觉。然后识觉啊、听觉、触觉等等啊，这些感受，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啊，可以说精神就是眼、耳、鼻、识、神。还有意识啊，是什么呢？就是水啊。水是什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有加上这个第六意识啊，这个就是水啊。然后气是什么呢？气就是阿赖耶识啊，气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实际上这个啊，比如说一个水缸啊，里面装满了水，然后水里面的看到的山和大地、建筑物的倒影，在这个水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有山和大地啊，有什么很多的倒影啊。那么这三个啊，它表面上就讲，如果这个缸子啊，这个水缸啊，破碎、摧毁的话，那就水就保不住了啊，水漏掉了啊，水漏了以后呢，这个因子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有啊，所以它表面上在讲这个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它的背后呢，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实际上就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当中啊。如果没有我们的视觉啊，那就是没有这个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啊。如果没有我们的听觉，然后就没有我们耳朵可以听到的外在的这些啊，这些声音啊不存在。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视觉啊不存在了，那自然我们看到的这些就对我来说啊就已经消失了，不存在。然后视觉、听觉，他们啊依赖什么？他们的来源是什么呢？
他们从哪里来啊？我们刚才讲这个我们的外面的这些啊，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我们的感受啊，这个是我们的感受，那么就可以说它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受啊，也可以说它依赖我们的感受而存在的啊，如果它不依赖我们的感受就没有办法存在啊，这是这样子。然后第二，那我们的这个视觉听觉这些来自于哪里，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啊，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那就是没有我们的视觉，没有我们的听觉、触觉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三个啊，这三个是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啊，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说水里面的倒影啊，就是依赖水而存在。然后呢，水呢就是依赖这个水缸而存在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这个倒影啊依靠水，水依靠这个水缸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就发现啊，最终的这个依处啊，依赖的地方依靠是什么？就是这个水缸啊，如果没有了这个水缸，那就没有水，水漏了啊，水漏了就没有水了以后呢，那哪有这个水里面的倒影呢？啊，影也就跟随水的啊消失，然后倒影啊它也会消失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在一个水缸里面呢啊看到的啊这些啊看到的，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水库里面，再说大一点啊，在一个水库里面呢就看到了周边的山啊，周边的河，周边的建筑物，周边的花草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倒影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湖里面看得到了啊，湖里面就看到这些倒影啊。那么湖呢，它依赖什么呢？它就是依赖这个水的堤坝啊，就是水库，它就依赖这个水的堤坝。那他们三个都是相互依赖的啊，如果这个水坝啊破坏了，那么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啊都不存在。那么水库里面的水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在水里面看到的这些倒影啊，它就随着这个水的消失啊，倒影也就不存在了啊。这样子稍微大一点，就像一个水库啊；稍微小一点啊，那就是一个水缸里面的水啊，都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一个这样子的例子，然后再回头再讲它的真实的东西，它这个背后的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呢，我们刚才讲啊，首先啊，水缸啊，或者是这个水库的堤坝啊，这个是阿赖耶识，是我们的今生的啊，人的今生的最基础的啊，这个今生啊，就叫做阿赖耶识。然后呢，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就开始出现啊，开始出现我们的眼啊、视觉、听觉等等，从这个当中产生了啊。然后呢，有了视觉以后呢，然后就会有啊外在的世界啊，我们就看得见外面的这个啊声音，我们也听得见啊，所以呢，就有了啊这个整个世界就开始诞生了啊，开始诞生。就像一颗种子啊发芽啊，先发芽，然后慢慢变成了这个一棵树，然后一棵树在这个开花结果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所有的树叶、树枝、结果、开花，它们都要依靠这个它的种子
啊，因为有了它的种子，有了因为有了它的根，然后就有了它的后面的一切。同样的，因为有了我们的阿赖耶识，然后呢就开始啊，就有了这个这些六识啊，包括我们的五种感官的感受，再加上我们的意识啊，第六意识，这个七个六个叫做六识。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摩那识啊，也叫做我执啊，我执是什么呢？这样子的执着啊，在我们的心里啊，这种执着特别的多，对我自己的执着，对建筑物的执着，对房子的执着，车的执着，对儿女的执着，对父母的执着，太多太多，成千上万的执着。但是呢，佛教为什么把我执呢？啊，把这么多的执着当中啊，把我执抓出来啊，放在七个八识里面的一个啊，它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虽然有太多太多的执着，但是呢，所有的这些烦恼，它就是来自于这个我执，所以把它分开啊，让大家明白啊，所有问题的来源就是它啊，所以呢，佛教把它分开啊，就说这是这个叫做摩那识啊，摩那识。那么其实这个是我执，没有别的啊，它就是。叫做比如说我们啊，我要去上班，我要去赚钱啊，我要去吃饭，这个时候啊都有一个我啊，都有一个我，这个我执执着啊，这叫做我执，这个分开了，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是所有烦恼的根源啊，分开。其实这样子的执着呢还是很多的啊，还是很多啊。那么这八个叫做佛教里面叫八识啊，八识。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叫做啊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呢，印度梵文的印啊，它是音译啊，它不是啊意译啊。如果从意的角度译的话，那就是啊这个唐玄奘法师啊，他们译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呢，这叫做啊藏啊，藏识就是收藏的藏啊。藏识，为什么叫藏识呢？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呢，它就像一个电脑的硬盘一样啊，硬盘一样，然后呢，我们的五种感官呢，就像电脑的显示器，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显示器啊，电脑的显示器，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视觉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世界，通过我们的听觉听到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呢，就在电脑的显示器上出现的这个数据啊，这些信息，不管是声音、图像、文件，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视觉啊，这个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所以啊，我们如果用这个除了《华严经》里面的比喻以外，另外再用一个比喻的话，那就是电脑的硬盘、显示器里面啊看见的这些文档啊、这些文件呐、这些图音频呐、视频呐，就是这些啊，就这三个啊，这三个里面呢包含了啊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这三个啊，没有别的。这三个当中呢都已经包含了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就这么三个要点有阿赖耶识，就有我们的感官，然后有了感官以后呢，就有外面的世界，然后也就是倒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个阿赖耶识那么就是没有我们的这个六识感官然后没有感官了，那等于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感官当中我们的感官当中所以说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湖里看到的这个倒影就不在于其他地方，就在这个湖里
同样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它实际上不在外面的啊，实际上就在我们的感官里面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它就在外面啊，这样子。嗯。那么这三个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啊，从缘起和缘灭啊两个角度去看啊这个《华严经》的一句话，嗯。如果从缘起的角度去看的话啊，那就将这个宇宙轮回的诞生啊，它的存在啊，它的发展啊，如果从缘灭从这个角度去讲，那宇宙万事万物的毁灭消失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处于啊。处于什么状态呢？就是在这个诞生和发展的啊，就是在这个啊过程，嗯，那么我们学了佛，学到了这个佛陀的智慧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啊就从这个缘灭的角度，先把阿赖耶识毁掉，然后呢，自然就我们的感官这些啊听觉啊视觉会有变化。最后啊，这个世界啊就会有变化的啊，这个世界会产生变化。嗯，现在我们在这个湖里面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倒影呢？就是一个不太理想的啊影倒影。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倒影啊，也不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啊这个清净的倒影，而是看到的是地狱啊、畜生啊。啊，这个恶鬼啊，人间呐、啊，啊，就是这些啊。总的来说，六道轮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生老病死的一个这样子的不清净的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清净的世界。那么，我们想毁掉啊，想毁掉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啊，我们不想有，不想看到这个不清净的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毁掉呢？嗯啊，首先啊，我们要去这个破坏啊这个水缸啊，破坏水缸。如果破坏了水缸啊，那么这个水啊漏啊都漏掉了啊，水不存在了。然后水不存在的时候呢，啊，那这个银啊也就不存在啊，这样子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什么呢？需要一个工具来摧毁啊，摧毁这个水缸。嗯，需要一个工具来摧毁这个水缸啊。就像这个工具是什么？就像啊，密宗里面呢，像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的手里面啊有一个金刚杵啊，大家知道的啊。这个金刚杵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也是一种工具啊，一种工具。嗯，那么用这个工具破坏这个水缸啊，那么水缸啊，它会第一次水缸出现啊，也可以说水缸啊出现第一个漏洞啊，第一个漏洞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水就开始漏了啊。水开始漏，嗯，然后有第三个洞、第四个、第五个洞多了以后呢，然后这所有的水啊都会漏掉的，水都不存在，嗯，这时候呢啊银啊也就不存在了。那我们现在啊实际上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个金刚是什么啊？金刚萨埵手里的金刚是什么呢？啊，就是明心见性啊，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嗯，或者是啊，净土宗啊，他讲的不是光是念佛，一心不乱，尤其是一尘不染啊，一尘不染的这种状态。实际上，这个一尘不染啊，尘是什么？尘就是烦恼啊，分别念、执着；不染是什么呢？没有分别念，没有烦恼。啊，这叫做一尘不染，一尘不染的这个状态啊，跟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嗯，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啊，所以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禅经双修的人啊，这个修行人像徐云老和尚啊这样子的人，那么他的境界啊，既是明心见性，又是啊一尘不染啊。然后藏传佛教的证悟大圆满的智慧啊，或者是证悟大受因，也就是这个意思啊。证悟大圆满，证悟大受因啊，明心见禅宗的明心见性，净土宗的一尘不染，这四个就是金刚萨埵手里面的啊，这个金刚啊，就是这个金刚。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金刚啊，去这个摧毁啊，这个水缸啊，用这个金刚去啊，去这个摧毁的时候呢，然后这水缸啊还是很大的啊，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分水了啊，它会出现啊漏洞，那就出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漏洞，这样子水就慢慢啊就开始漏。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水缸啊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啊，绝大多数的人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就是一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啊，但是这个禅定的状态呢，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啊，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状态，阿赖耶识的状态啊，他有些时候呢，这种感觉啊，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虚云老和尚的这些开示啊，他自己亲口讲的啊，他的弟子把他记录下来的这些虚云老和尚啊讲的这些话，我觉得其中有八个字啊，八个字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八个字是什么呢？清净啊，清净，干净的净啊，这两个字清清净净啊。这两个字啊，重复了两次，四个字了，然后空洞啊，这两个字重复两次，空空洞洞啊，就这八个字了啊。那么这八个字啊，可以揭示什么呢？也可以揭示为这个证悟大圆满、明心见性的这个啊境界，也可以揭示禅定的状态啊，都可以揭示，所以我们很多人修禅定的时候呢就是刚才这个八个字啊，因为禅定的功夫比较好的时候啊，比较好的时候，他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非常的平静，有些时候自己觉得啊，这个平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如果我这样子持续下去啊，我可以不吃饭，可以不休息，可以不睡觉啊，然后呢可以两天三天七天八天这样子下去都没有问题，都能够顶得住啊，有这样子的感受，然后特别的这叫做禅悦这种状态啊，人的心身极度放松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啊，觉得特别的快乐啊，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还有五念，就是没有杂念啊，没有杂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一大坐的时候，这是藏传佛教里面讲的，大坐的时候，比如说他自己觉得只有五分钟啊，只有十分钟这样子的时间，其实已经是好几个小时，五六个、七八个小时啊，实际上就是七八个小时，但是呢，他觉得只有三分五分钟，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时间的相对论一样，实际上是已经是一天了，他大坐大了一天啊，但是呢，他觉得只有三分五分钟啊，这么啊，然后没有任何的啊这个杂念念头，没有任何的念头，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啊，然后心有些时候呢，自以为啊可以穿透墙壁，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或者是有很多的神通，平时不知道的很多很多
啊，很多这个银笔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啊，就这三个感受啊，一个修行人有成千上万的感受，但是任何一个感受都不超过这三个感受的范围，三个是框架性的感受，嗯，都是从这个三个感受当中延伸出去的啊，成千上万无数个感受都是超不过这三个感受。那这种感受啊，实际上就是禅定而已。用禅宗的话来讲，有没有用呢？啊，没有用，这叫做禅宗就讲冷水泡石头啊。如果石头在冷水里面，成千上万的年过去了啊，石头它会变软吗？嗯，它不会变软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种禅定当中，不管有多舒服，有多开心啊，有多快乐啊，有多啊这个平静啊，都没有用，这个不会有任何的进步啊。就是烦恼呢，暂时是没有了，也至少在打坐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但是呢，烦恼暂时没有出来而已，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烦恼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水缸啊，它没有穿透这个水缸啊，在这个水缸上面呢，一个孔都没有打出来啊，一个孔都没有打出来啊，一直都在这个水缸的外面啊，没有突破这个水缸啊，没有突破这个水缸，所以禅宗就讲啊，禅宗就讲冷水泡石头没有用的，嗯，但是。这样子的禅定啊，就会出现一些神通啊，出现一些神通。这种神通呢，我们很多人觉得神通很了不起啊，神通很了不起，尤其是啊，南传佛教的这些修行人当中啊，我听说泰国这样子的地方啊，讲神通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啊，讲神通的人特别多。嗯，那么神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神通也一部分就是正常的情况啊，修禅修得好的时候，这个神通自然会有的，尤其是禅修到思禅的时候，第四禅的时候啊，神通就很容易的。这个时候啊，当然这个没有禅定的人当然不容易了，但是有禅定的人啊，是达到了思禅的人，神通很容易。这种神通是正常的神通。昨天我们有一个师兄啊，问了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啊一句话，来问到底佛教怎么看这个神通。一会儿说可以，一会儿说又不可以，啊，一会儿说又去赞美这个神通，一会儿又去批评神通，到底是怎么看啊？这个昨天问过，我们也回答了，嗯，就是这种神通啊。另外一个神通呢，是鬼神的加持啊，鬼神的力量。啊，鬼神的力量，人就会出现一些神通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以前就不久前啊，在藏地啊，有一部分人，有几个人在山上打坐闭关啊，在他们的上师的带动下啊，大家闭关啊。那么闭关的时候呢，有一天啊，其中有一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就产生了神通，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产生了这样子的神通啊，出现了神通，嗯，那么他的神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即十几公里外啊，十几公里以外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来看他们啊，来给他们供僧供斋啊，供斋，那么这个供斋的人啊，骑什么样的马啊，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他的。斗里面啊装了什么东西，他今天拿什么东西来给他们供斋啊，然后看得清清楚楚的啊，看得清清楚楚，这跟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肉眼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的，嗯，但是呢他能够看得见啊，几十公里以外有一个人要过来，包括他的口袋里面装什么东西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呢，他跟他的上司讲啊，就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神通，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的上师啊，什么都没有说，没有给他回答，没有给他解释这个好与不好啊。上师把他的念珠啊拿来挂在这个人的脖子上啊，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挂在这个人脖子上。然后两天以后呢，这个神通就消失了，没有什么也看不见了啊，恢复正常。这个就是被鬼神的力量附体啊，鬼神的力量。所以大家不要去追随神通。不要去追随神通，神通是有的啊，但是呢，这是正常的修行的神通啊，还是被鬼神的加持所获得的神通，分不清楚的啊，分不清楚。那么，如果是被鬼神啊加持的神通啊，那又怎么样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是被鬼神加持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当中啊，鬼他也会得到一些他想得到的东西，他把他的能量啊传送到这个人的器官上面，然后让他去说话，让他去做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得到一些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人和鬼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啊，一个完美的合作。因为鬼呢啊，他没有办法出现在人的面前呢，所以一定要一个人去说啊，鬼想说的事情呢让人去说啊。那么人呢有了神通以后呢，他也可以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得到一些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啊，名啊利啊啊。然后鬼呢鬼神啊，一些时间的鬼神啊，时间的鬼神啊，他们也希望啊，这个这样子以后呢，他们也就从中，比如说人的供养啊，人的比如说我们为了鬼啊烧纸啊，或者是盐供啊，都有的啊。那么他们呢，也在这个当中会获得一些东西啊。这个他们两个的这个合作，就是各有各的啊这个利益了啊。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人啊死了以后呢？要给他当眷属的，要给鬼当眷属，要跟他走的啊，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那么的容易啊，要跟他走的。所以神通啊，不要去追求神通啊，神通还不如出离心，不如菩提心啊，不如更不如真悟空性的。所以佛教他不去赞美这个神通，他也不去打击神通，因为正常的神通没有必要去打击，它是一个人的一种特殊的功能，开发了以后呢，人的器官的一种特殊的功能开发而已啊。因为禅定的力量把这个开发以后呢，他看得见，很正常的。然后这个如果有菩提心用到利益众生方面，那也很好的啊。但是呢，很多的这些附体的这种神通呢，不可行啊，这个要付出代价。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谁有神通就很了不起啊，这个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如果是小学南传佛教修小乘佛教的话，我觉得更不应该讲神通啊。释迦牟尼佛在小乘的这个戒律里面呢，有严格的要求啊。如果你真的有神通啊，有必要的情况下啊可以讲啊，那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讲了，不允许讲的。那有必要是什么样子呢？啊，就像我们今年呢就失踪了两个飞机啊，就是马航的370啊，这样子的飞机快要失踪的头一天啊，知道呀，神通有神通的人应该知道明天发生什么呀啊，那为什么不说呢？这个时候应该说的啊，可以救。这样子马航他也不会破产啊，这么多人没有工作了啊，这么多人没有饭碗了，为什么不说神通呢啊？多好啊，这个时候说出来多有面子呀，多光彩呀啊，大家都觉得哦，佛教很了不起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全世界的人去找了，没有找到这个马航到底去哪里了，佛教的一个修行人找到了，哦，那多有意思呀！这样的叫做有必要啊，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说啊，没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
也没有办法去肯定，也没有办法去否定，这样子的模糊的东西啊，谁都可以说的啊，反正说了也没有人说这个不对，也没有人没有谁也说不出来这个是错还是对啊，这种神通啊是不允许讲的。所以按照佛的要求的话，应该是小乘佛教它是严格的按照这个佛陀的这个戒律办事情的啊。既然是这样子，那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更不应该讲这些神通。但是其实这个我没有研究啊，只是听说而已啊，不评价。我是讲佛怎么说，神通怎么用，那么具体个人的情况我们不讲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有神通的话，那应该站出来给马航帮个忙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嗯，但是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借口，他就不会说啊，这个没办法，就是终生的业力就完了啊，然后一切都被合理化了，哈哈哈哈。但是呢，我们啊，一般的情况下就不要去相信啊这个神通，嗯，这样子啊。那么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话说回来啊，说回来就是这个禅定啊，我们在讲禅定。那禅定当中就会出现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嗯，功有这样子的功能，但是这些所有的功能啊，都不能啊这个穿破啊这个水缸啊，不能这个破坏啊这个水缸啊，不能突破这个水缸啊。那么水缸啊不能摧毁的话，那么再讲神通也好，再怎么样也好，这水缸里面的水是永远都存在。只要这个水只要这个水存在，那么它这个水中的各种各样的倒影是没有办法毁掉的啊。只要有这个这一碗水一缸水，那么它里面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倒影啊，没有办法摧毁的。所以再讲神通也是没有用的啊，再讲神通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不能修这样子的禅定啊，这个禅定呢就是停留在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啊，这个层面呢实际上就在这个不破坏水缸的情况下啊，然后就去修心啊，去修心。嗯，那这种修心啊不破坏水缸啊，所以它没有办法这个漏水，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水中的倒影，意思就是说不能解脱。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陆俊义医师。COVID-19 病毒的传染力增强，注意防射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提醒你，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阵来注意防射。注好了后，请留在现场休困，观察15分钟。若是你捌因为注意防射，也是治疗性的注射，发生过急性的过敏反应，就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注射了脑一直发烧超过48点钟，也是明显的过敏反应，也是讲伫咧注射了后28天之内出现严重的一直头痛、喘气困难、脚腿肿痛、皮肤出现血点，请你啊随去看医生，嘛甲医生讲有注过 COVID-19 的预防射，注过预防射了后，嘛要继续正确的洗手、挂嘴安、避免群聚，确实做好防疫的措施，互咱大家同齐拍拼，守护你我的健康。有缘共游天地间，不应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生物的痛苦上。